起起落落，多少事历历在眼前，反反复复，多少事天天都在变，长长短短多少事，渐渐难说定，是是非非多少事，处处躲不开。是把头抬，成一回败一回，不必去心说，痴心不改，做大事让我从头再来。起起落落，多少事历历在眼前，反反复复，多少事天天都在变，长长短短多少事，渐渐难说定，是是非非多少事，处处躲不开。艰辛总是把头抬，成一回败一回，不必去心说，痴心不改，做大事让我从头再来。有多少苦涩总是在心中埋，经历多少艰辛总是把头抬，成一回败一回，不必去心说，痴心不改，做大事让我从头再来。你生性懒惰轻浮，不求进取，如今你的兄弟都中了进士，可是你连个秀才都没考取。我问你，前天你又到哪儿去了？老太爷息怒，晚辈只是喝醉。住口！你这个不孝的子孙，你枉生孟府，枉读圣贤呐！背诵祖规家法，一字不落。哎。雅圣子孙无心学业，功名渺渺者，逐酒色同秀者，不读圣贤而谤他知者，生不得住孟府，不得任族中首长，死不得入祖坟，不得入祖坟，不得入祖坟。铁汉关东女子跟了三，不怕没吃穿。嘿，
俺们张秀的铁匠远近闻名，就靠这把锤子这点手艺走遍天下，四海为家，到哪儿也不愁没吃穿了，不求荣华富贵，只求个自由自在，无牵无挂。师傅，您就把这门手艺啊交给俺吧，俺愿意跟着您浪迹天涯。你说话还文绉绉的呢，不是俺吹牛啊，小时候也念过半年私塾，背过三字经。哦，什么人之初啊，性本善呐、啊，性相近呐、啊，习相远呐、啊。啊，哎呀，哎，听说你是从周县那边过来的？啊，那可是雅圣宫孟子的老家，是出圣人的地方，你怎么流落到这儿来了？实不相瞒，师父，俺就是雅圣六十七代。名玉玲，字传义。哎，只是苦读数年，功名无望，才落到这个地步。幸亏师父您收留了俺。你真是雅圣六十七代孙啊！只要师父不嫌弃俺，就收下俺这个徒弟吧。把手伸出来。你这手十指尖尖，每一个老茧软得像棉花套子，看来你真的是读书人。快起来。师父说完了吗？哼，没出息的东西，不好好读书倒想做铁匠了，你就不怕辱没了你的雅圣祖先吗？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忘了圣人的古训呢？这么没有志气，收你做徒弟，哼，把俺的老脸也丢尽了。读书。砸了你脚面。嗯，今儿个这活干得不错啊，给你们呢多加点荤腥啊，敞开了吃。还是老板娘心眼好。是啊，还是老板娘心眼好。哎，别忘了啊，这肚子可是自个儿的。去吃饭了呀！哎呀，
啊，给你。谢了谢了谢了。你拿着吧。啊，天哪！哎，拿着吧。哎，卖包子啦，热乎的包子。天哪！哎，来，再拿过来。哎。快干快干，把它抹匀了啊！大哥，爸，给口水喝行吗？啊，喝水啊！我这还糊尿，你喝不喝呀？啊！快干快干！哎，大哥，舍得花力气啊，别说喝水，就是饭也不愁吃啊！哎，你是找活干的吧？啊！现在织土布的人多，谁家都缺刷布的，这活好干，你的家伙呢？我马上拿去。上等的木料买了，大哥，这个多少钱？五个铜钱您呢？哦，大哥，帮帮忙，我这就剩三个铜钱了，俺还得混口饭吃呢。等以后挣了钱呢，我一定还给您，好不好？那您拿去吧。哎，好，谢谢您了啊。哎，咱们老板娘啊，哪儿都不错，人也挺好，就是那两片大小鸭子。哎，别看大小鸭子啊。全靠他支撑这个家业呢。哎，啊，可咱东家是个老病秧子，每天气儿都喘不过来，啥也干不成。哎，就是就是。哎，那咱老板娘夜里可就惨了。怎么了？常言道，三十如狼，四十如虎，他怎么熬得住啊？哎，熬不住好办呐。晚上啊，就让老板娘请我到上房去住，保准高兴的她天不亮就得给我做红烧肉，外加八个白馍馍。哎，得了吧，就你这小身板，也就配给老板娘揉揉脚丫子。哎，别看俺瘦，浑身腱的肉。哎，笑笑个屁啊！要是不相信，你们谁敢跟我打赌？今天晚上我就和老板娘圆房去，她要是不高兴啊，我就不姓朱。滚！哎呦，也不怕嚼烂了舌头喂了猪，有嘴没脸的东西，都回去吃饭去。吃饭喽！来来，吃什么呀？哎，新来的，吃饭去。哎，来，哎，快来吃饭了啊！快点！来，别抢啊你！都有。哎，老板娘啊，看得真仔细啊。今儿个不知谁又倒霉了。我说啊，来，给这。这是谁干的活？活干的不怎么样，这饭还挺能吃。老板娘，他是新来的。新来的也不少吃一碗。我这线没刷净，到帮黑的时候每人刷够60斤线，刷不够不许吃饭。老板娘，像他这样半夜也干不完，你说句话让他吃完再干吧。啊，像个女人呢，是不是啊？真是，他哥就是买卖人，会算，你知道。哎呀，这个老弟也是，干嘛那么当真呢？就是。
别干了，听见没有？快吃饭吧。俺不能白吃你的饭。吃药吧。不见你个小模样，哎，也难为你了，这么大个家业就你一个人撑着，还要伺候我，哎呀，都怨我这身子骨不做主啊。又说这些。哎呀，哦，凤英啊，我真对不起你，跟了我你受委屈了。别说了。哦，这么晚了谁还在干活啊？外乡来的刷布匠，混饭吃的呗。饭不吃饭呢？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还愣着干啥？赶快吃吧。这是给俺的，趁热吃，还问什么？俺武功不受禄，这是从何说起？叫你吃你就吃，再啰嗦俺就倒了他。你是个读书人吧？不是。听你说话，瞧你那吃饭斯斯文文的样子，还有那书生脾气，你瞒不了俺。俺只不过是十几个字而已。别而已了。俺瞧你是个老实人，以后啊就别干刷布的活了，帮俺记记账。俺家掌柜的甚至不记，俺一个女人也忙不过来。再说，不，俺还是靠力气干活吃饭。真不识抬举。
那细皮嫩肉的样儿，哪是个做工的料？嗯，你姓什么？嗯，姓张。告诉你姓张的，俺高凤英从来不求人，想干就干，不想干，卷起扑克卷你就滚蛋。明儿啊，别让俺再看到你。张先生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世，俺也就不再问了。凤英说你这个人老实可靠，他一定不会看错的。俺的家也不大，全靠凤英一个人维持才到今天。哎，他要是垮了，这个家也就败了。不用说也能看得出你是出在一个正道人家，以后啊你就多操点心，俺也亏待不了你。俺没有多大本事，不过粗通笔墨，只要东家信得过俺，俺一定尽力就是了。啊，今后啊，这些账就归你管。啊，还有进货出货，东家里里外外的，您就放心吧。啊，二虎子八丈，七丈五，李明七丈五，六丈四。刘七六丈四，王志光六丈七，八丈四，魏墩八丈四。张爷，全报完了。哦哦，我呀，去外边收账，你先招呼着。好嘞。伙计，你的腰病好了吧？哎，我去外边收账。你们先忙着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把那蟹拿来。咱们老板娘真有眼力啊，物色的这么个好房子。可不是吗？是是啊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吧，去年这小子和我们一块刷布，老板娘看他知书达理，就让他管了账，人又老实勤快，哎，给东家帮了不少的忙啊。帮忙啊？能帮忙给他生个儿子吗？哎，没准啊，老板娘看着他年轻力壮。哎，看来这个外乡的小子倒走了鸿运了。哎，你们不知道啊，东家是废人哦，您要辣枪头，哎呦，没用。远娘没本事，就生了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万一离家断了香火，娘担待得起吗？娘，这纳妾的事儿，俺得跟凤英商量商量。那不纳妾是男人说了算，他凤英要给咱离家生了孩子，娘还能怨他吗？哎呀，娘，这事儿啊，怨不得人家凤英，是俺这身子不……放你娘的屁！女人不生孩子还能怨男人？大碾子布672张。你算盘打得可真好。小时候啊，跟俺爹学的，平时呢闷得慌了就拨了算盘珠子玩，熟能生巧呗。大格子布465张。哎呀，就爱听这个响声。哦，什么凤凰展翅，狮子滚绣球，俺都会。不信，俺打给你看看。不得了，真是妙手生花呀。
嗨，这个呀不算啥，俺呐还会双手打小九九呢。啊，真是了不起，哪比得上你们读书人呢，中个进士举人，那才是光宗耀祖呢。哎，俺说你年纪轻轻的，你咋不去考个功名啊？俺没出息。哎，是不是在俺们这儿把你耽误了？你来这一年了，俺可省心多了，夜晚也能睡个踏实觉。说实在的，也真舍得让你走。等掌柜的病好了，俺就走。他好不了了，就怕活不长。不会的，俺看东家这几天精神挺好的。他身子骨不济，心眼倒不坏，就是太窝囊，住不了事。人家的女人都是富贵妻如，俺呢？老板娘，你千万别难过。只要你不撵我走，俺就一直待在这儿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燕如玉。你这个人在这儿当伙计，那才是真正的没出息呢。俺的话说重了，张先生，你别计较。现在俺有功夫了，俺呢给你做了一件背心，你穿上试试。这怎么行？你穿吧。那俺回去再试吧。你看你们读书人就是面子薄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忘了你刷布的时候了？叫你穿你就穿吧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把那批布搬到那边去。哎，老板娘，这布是给王掌柜送的吗？嗯，这壶不开那壶开，换个灶火饭就熟了。娘还能怪你？哎呦，娘给恁找的这个性情温顺，不像你哥。啊，娘来了。你自己寻思吧，哈。哼，娘，再待一会儿吧。哼，娘来干什么？还不是纳妾的事儿。你答应了？啊，没有。哎哎，俺怎能答应呢？哼，你干脆不如把俺休了。俺伺候你这么个大家业，还要伺候你个小老婆？哼，你今儿纳了妾，俺明儿出家。凤英，别说气话好不好？俺怎么能没有你呢？没有你，俺这条命不早就没了吗？你李家断子绝孙，怨不着我姓高的。你这个丧门星，俺李家哪点亏待了你？你不安好心，敢咒俺李家断子绝孙？你儿子是窝囊废。凤英，你不要脸啊你！我打死你！别打呀！哎呀，别打呀你！敖啊，你烦了？你看见了没有？那媳妇烦了，这事你还不休了他？这事儿
怨不得凤英啊，娘。哎呦，娘，儿子，你别这样啊，娘。娘，你看成，看着哭去。娘，哎呦，娘，你这个窝囊废，你还不休了他？哎呦，俺不想活了。哎，怎么走了？哎，凤英，你回来呀，哎，凤英。你别走啊，凤英，回来呀，凤英。用力劈，咔啪劈一块，嘣嘣嘣，站在枪上直掉皮。那小子一见英雄到，鼻子倒吸了一口气，顺手就把那茶壶抓，呼的一下扔过去。好英雄，战战兢兢。老少爷们啊，上眼瞧啊，八辈子没见过的洋玩意儿啊，往这儿瞧啊，来，瞧瞧啊，哎，过来看看啊，往这儿瞧啊，哎，看看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气死风灯，哎，您看这火苗，哎，能大能小，哎，您看这玻璃罩，这叫气死风灯，怎么样？二两银子，给家里买一个。哎呀，您这太贵了，能便宜点吧？这您就不懂了，洋货进来，关关都得上税，能便宜吗？哎，不要，哎，您别走，您别走啊，咱们。啊，先生，开店就开到摩托亚细的话。你的嗨，哎呦，今儿您可来着了，一两银子您全拿走，五十吊，寒风在变。哎，您再加点啊！哎，别走啊！您看这还有，您瞧这个，这还有新鲜的呢。哎，您看这个，哎，看看，有没有大烟土？啊，有大烟，没有啊？啊，卖大烟呢？那是西洋人啊，这位爷啊是东洋人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日本知道吗？日本，哎，您看这个，这玩意儿一划就着。哎，你看，瞧见了没有？着了不是？那小子呀，不说实话。对，东洋人、西洋人都是洋人，东洋鬼子，我看他妈不地道。对，他住在金源客栈，整天鬼头鬼脑的，到处跑。他跑不了，走。哎，你怎么说跑就跑回来了呢？俺受不了那份窝囊气，哥。嗯。俺以后就在你这客栈里给你帮忙，俺哪儿也不去了。哎呀，不行！哎，我的好妹子，你打小就是这个脾气啊，为缠脚没少挨打过，到头来咱娘还不是依了你？哼！可眼下不能依着你的性子，你好歹是个女人家呀。那个老婆子死盯着俺，恨不得一口把俺吃了，俺一辈子不回去。哎。说千道万，女婿对你不错不是？还不是可怜他。一点用都没有。倒不如。你看又哭了不是？哎。喏，给你擦擦。要不先在我这儿住些日子再说吧。啊，掌柜的，掌柜的不好了，太爷先生被人打了，您去看看吧。啊，哦，你先待着，我去看看。太爷先生，
太乙先生，您醒醒！哎呀，太乙先生，怎么回事啊？快把太乙先生扶起来！哎，好呀！太乙先生，中国人，去柜上拿点跌打丸，再给先生铺好被子，顺便烧点开水。为什么要打你啊？鸦片，六个人。这样，没事干了，这真的没事干了。要不咱们到东家说说理去，大家叫他评评评评这个先干着吧。这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等我跟东家说了再说，好不好？不行，张先生，各位各位，说句你们先干，先干吧。啊，张先生，你看这什么饭？这连猪都不吃啊！上月的工钱为什么不按老板娘定的发呀？就是是这样的，我通知一账，给家十个铜子儿，可是老板娘亲口说的。这个事儿啊，俺说了他不算呢。再说呢，东家他又下不了炕，俺看大家呀。还是先对付几天吧，好不好？不干了，不干了，走走走，千万别走，走走走，哎，不干，我说千万别走啊！哎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各位，听我说一句，什么事儿啊？是是是，那，那好，我马上去找东家啊！哼，这个正气，东家，东家啊，这么大的摊子，老板娘不在，是谁也弄不了啊！这眼下可就要乱套了。娘，您看，咱们这个家里里外外全靠凤英一个人撑着呀。这，您老就消消气儿吧。就算做儿子的不孝，您就让……哦，那就麻烦你了，去把凤英接回来吧。好啊，俺这就去。啊，快去，快去。太乙郎先生，是我远送了，谢谢先生。这一走什么时候能回来呀？先生，那些货物我都给你保管着，你放心，尽管去办你的事吧。三年五载，就是穷得卖老婆也不会动你一个子儿。你是好人，我们是朋友。这几件旧衣裳先生你带上，路上换着用。要不你一个人东跑西颠的，万一碰上歹人又要欺负你。谢谢啊，先生一路平安。怎么样啊？您回来以后好多了。哎，老板娘回来了。哎，老板娘。哎，这又可可遇啊！我们老板娘真想您呐。就你几天。回来我们明天怎么办呢？是吧？这回回来可千万别走了。就是。不走了。哎。西庄楼刘家又来提亲了。娘，您看，趁这时候呢，你身子骨还行，娘啊就给你们远放啊。娘，凤英的他有了啊？他跟您说的？娘，哦，凤英啊，嗯，俺对不住你。别想那么多了，先喝药吧。好。凤英啊，今天晚上请请张先生。想起什么来了？哦，他人不错，老实厚道。俺觉得今天精神好一点，想和他好好聊聊。嗯。你不觉得也该请他喝喝酒了？嗯。哎，凤英啊，你看他靠得住吗？你今儿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听什么闲话了？没有，没有啊。你快点去吧，叫他早点来啊。嗯。张先生辛苦一年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东家过奖了。
略备薄酒，今天你就痛痛快快的喝几杯啊。东家您太客气了，不，俺不过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，不足挂齿。这酒还是应该俺敬给东家。哦，张先生，俺不敢喝酒。就叫凤英陪着你喝吧。有凤英陪着，你就多喝几杯啊。再满上，满上啊！来，然后吃菜，吃菜啊！张先生，东家是不是有话要说呀？你们两个把杯里的酒都喝了。哎，来，张先生。哎。来，凤英啊，给俺也倒一杯。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要命了？你这个人呢？哎，东家，你不能喝酒啊！俺今天高兴，你就让俺喝一杯吧，张先生，一块儿喝。哎，你别喝酒，你，哎呀，你别喝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俺真是心里高兴啊，为了凤英，还有你，老弟呀，把酒杯端起来，你把它喝了。喝了吧，东家啊，你待俺不薄啊，你是好人，这酒俺喝。俺是好人，俺待你不薄是吧？是，俺求你一件事。你一定得答应我，只要东家一句话。凤英是个好女人，她跟着俺受委屈了，她说你是个老实厚道的人，今天你就替俺陪陪她吧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你就让她给俺生个儿子吧。什么？东家，你要是听信了闲言碎语，俺现在就走。别，圣人云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俺知道你是好人，才跟你这么说。俺是个废物。你别说了。俺这也是为了凤英啊。他生了儿子才能继续操持这个家呀，你就答应了吧，就当没我这个人。